哎，是那种运输机，老母，俗称老母鸡，运输机。好棒、啊，还可以进去，这里可以进去吗？对对对，还可以进去，还可以进去，可以进去啊。哎，你看，它是给人家参观的啦。对对对对，改良室给人家参观。哎，太好了。哦，这是，你知道吗？那个。那个，那你拉的降落伞，跳降落伞就是一个人坐一个位置，对，然后一个人这样，然后在这边，嗯，然后那时候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主伞不开怎么办？开副伞，数到十我们就对，没有，主伞不开的话开副伞，副伞再不开呢就不用开，没有，就两眼开开，准备投胎。哎，驾驶舱，驾驶舱，哎，我这。干什么你？是不是要跳伞 ？Yes， 耶、yeah, ，成功了，耶、yeah, ，平安落地，耶、yeah。对啊，可是很热。我们第一次坐飞机的那个怎么讲？这叫什么？飞机头等舱？驾驶舱？驾驶舱啊！这个比头等舱还好，还要好。这是驾驶舱啊！你说很少人，好棒，很少人有机会这样看到。对啊，可是没有空服员哈。嗯，好，走走走走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！哇，好棒哦！喂，另外一个世界，好大只哦！你看，真的好大哦！对啊，对啊，很棒哎哈！哇靠，真的很赞！哎，他把它改成那个餐厅啊，对，里面可以坐，好棒哦！对啊，在这边喝下午茶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辛苦！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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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真的吗？是不是啊？可以，可以，好，坐这好吗？好，坐这里，好好，刚好这个当背景，来坐这里，坐这里。坐这边吧。哎，我们刚才吃面线，有没有那个现打的果汁？好好，现在留着吃。好 ，two piece， two piece， 两杯。好 ，OK， 好，没问题。现打果汁有橙汁哈。杯好漂亮。对啊，杯子用的好漂亮。谢谢。哎，哇，男生比较好吃，用拿的好。不用客气，来这边来，祝我们这个永邦这张唱片啊，肯定可以大卖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嗨，多多支持。嗯，祝所有的观众朋友这个收看都是八点档，十六组观众朋友都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好不好？那么看别台的呢，刚好又转回来的，也是身体健康，好不好？但是刚刚从头看到尾比较强壮。垫垫的有没有？小蛋鱼哦，嘿，小蛋鱼哦，嘿，我是小你是咧笑迄个内山姑娘？小蛋的啊，一个内山小姑娘，一年年年生花娇，伊是哟耶哟耶耶，小蛋的啊，小蛋的啊，小蛋的哦，一个内山小姑娘，哎，我是小蛋的，哎，卖个小蛋的啊，哪哪哪，你讲啦。你讲小蛋呢？我是一个比这节目夸张的。啊，什么呀？还有比这个厉害？是啊是啊。赶快去看，要不然我们一定来不及。对对对。哦，那个现在卖家了。吼吼，卖家卖家。真的很精彩。很精彩。我这四十几年只讲农家具，目前都还没有曝光。很厉害，四十几年来还没有曝光。所以今天是首度曝光。对。哎，不会是夫人要跳钢管吗？首度曝光，拜托哎，拜托哎。哎，可是我们今天没有带配乐，我们自己来配好了。哇！噔噔噔！哎呦！噔噔噔！看他这个儿子壮硕的身体。哎呦！入港300年呐！哎呦！哎呀！好漂亮哦！好漂亮哦！好漂亮！哇塞！哇！爷爷的作品，这个爷爷的金匠技术已经到了这个炉火纯青的地步啊！你喜欢什么衣服？鬼斧神工，嗯。哎，怎么好像闻到香的味道？这比较贵耶。我小爱皮力啊！拜托，我喜欢上面古龙水。嗯，我讲你从外面入港三百年，这些文字就可以知道里面是什么。香？哎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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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已经闻到了，是不是？闻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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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闻到。啊？直接倒两杯下来喝。
九。九。哇。里面啥东西？啊，叫茶杯。酒杯。著名的那酒杯。酒杯好，等一下哈。酒杯好，等一下好，我们慢慢来。哇塞。觉得好像有什么变魔术的感觉。哎呦。九龙啊啊，还是有九龙啊。啊，这上面还是有九条龙啊。对对。啊，温酒，温酒的，撩盖撩盖，嗯，对，你刚眼影弄个定价，然后完了，可是好有创意哦，开始倒酒了，开始倒酒了，开始倒酒嘞。这个金马鸡也六块哈，我最少来看下哈。啊，这 XO 已经是一块金马鸡的老肉，有漂亮。哦。哦。哦，赞赞赞。不一样啊。哦，今天下个。我怎么还没喝到？高一。五五零九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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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智慧圆啊，智慧圆托儿所啊，就托儿所为什么会有皮影戏啊？对啊，现代皮影戏，哎，现在小朋友迷途的羔羊嘞。哎，我们进去看一下啊。你好，我喜欢小孩子嘛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每个都很圆嘞。跟你开玩笑的。对啊，很圆。我刚喜欢回答，妈妈也要谈哦。妈妈，你也会弹钢琴哦？啊。也小菜花嘛。都好小哎，对啊，他们在看那个皮影戏，哎，这也是我第一次看皮影戏，之前有没有看过？妹妹，妹妹在不在？有人在家吗？妹妹在不在？在啦，在这里啦。问谁呀？是我。来了。还要开门呢。已经设计到这样了。是，我是康康。你上次吗？你上次对不对？人家是录音录好的。啊，他这个是用录音带播的啦，他没有办法跟我对。就不认识我这个老朋友了。阿弟妈妈好啊！再来看，今天的景色跟甜笋咖喱。哦，还有糖，糖果可以吃。知道吗？我。你磨蹭了，我现在的感觉。老漂亮，我就听了，我那就在这打。妹妹，你早上穿什么衣服嘞？穿的台北，又漂亮的，还有很多呢。都有。老师，还要多久才能到台北呢？老师，老师，我们也要。哦，好。我们要。这个是什么糖啊？这个，你试试看就晓得吧。哎，乌龙茶糖，茶糖，乌龙茶糖，想不到我们进来这里就有这个茶糖。我们刚刚吃那个米德啊，对啊对啊对啊，现在还有茶糖，茶糖啊茶糖啊，好不好？待会就吃糖醋排骨，糖醋里脊，对对对，糖醋鲤鱼，对啊，很多很多糖醋的东西。好了好了，那我们就吃糖醋鲤鱼啊。对，听你讲的这个芝士饼干，芝士饼干，好不好？对，好。这一家听说里面有卖饼干，卖车的古色古香，好不好？进去看一下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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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要找那个芝士饼干，有没有？你们这里有没有？有吗？有吗？啊，那我们可以坐一下的。楼上行吗？楼上哦，哇，哎，你们这边好漂亮哦。哦，哎，还有那个 band 呢，哈。对对对 ，live band 哈，还有人弹钢琴唱歌，对不对？弹钢琴唱歌。哇哇，弄得这么漂亮。还有这个。还有黄包车。三轮车，哎，蛮好的，很漂亮。哎，约会哈，太好了，拔到了没有？拔到了，还没有，加油加油加油！需要帮忙讲一声，好不好？哇，芝士饼干，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么丰盛，看起来好。珍珠奶。啊，珍珠奶，来来来，哦，这个新加坡喝不到这种东西，来来来，
夏日恋人啊，夏日恋人，夏日恋人，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这么多层次啊？好棒哦、喔！哇，老板对我们这么好、啊。对啊。哦。嗯，好棒。